我告诉你，我在做测试，你不要管我们戴安全帽。你说我在做测试，我在做林代表的测试，你不要管我们装引擎盖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来这个做文章了。我没穿内裤也都可以，我们用车雅淑语，我听得够不够清楚？不要给我附带任何条件，输的捐款100元人民币做慈善，请你记住。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，我现在回顾一下2.16秒这个0到100的加速成绩。我先跟你们说，这是一个测试，是我属于私人的一个测试。然后我在测试的时候，有很多网友跟我去看，而且我还是逆风中在测试的，代表这个成绩是没有做任何意义可言的。车雅里面所有的比赛都是指0到400，包括我跟钱宇圭的约定也是0到400，所以01这个秒数我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钱宇圭只要我上传什么视频啊，上了什么东西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在做测试，你不要管我们戴安全帽。你说我在做测试，我在做林代表的测试，你不要管我们装引擎盖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来这个做文章了。我没穿内裤也都可以，这是我个人在测试东西的。该上传车雅的实际成绩，我说过我会叫记者媒体来公开，做公开性的测试。好，钱宇圭，我现在跟你说，你曾经说过车要自己改，开要自己开。现在我的车已经改出来了，我是不是自己改的？是不是从到在低度改的？我的视频一直有在 PO， 这应该不用解释吧？好，是不是我自己开？我马上开始准备做测试了，这决定在于什么人要开。我现在跟你说，我提出一个要求，因为你自己讲车要自己改，车要自己开，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你 PO 出来当时你跑8.93秒的视频是你开的，你 PO 出来给我看，证明第一点车要自己开，你也是自己开。第二点，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因为我知道你车子不是自己改的，对吧？从头到尾都当家庭帮你改，你自己视频也出得一清二楚。我现在给你3天的时间，你车子已经回到广东了，你现在回你公司全程直播，把你的车子整个卸开，包括引擎、发动机都卸开到驱动箱为止，我再都卸出来，把你的底盘全部都卸出来，再组装回去就好了。我也不要求你去改，我知道你不会改，但最起码你让我看到车子是你自己动手的吧。好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抛出你跑8.93秒的地方以及录影的相片，是你本人所开的内容。第二，你3天内把你的车子全部拆开，包括到驱逐箱活再拆出来，你再本人给我装回去给我看。如果你履行这个约定，我也履行我的约定，车我自己改，过几天要测试，我要之前自己开，有没有问题？我现在把事情说得很清楚，你不要再做任何理由。我知道你这种人输了也不会捐款就对了，你不要到时候你输了用任何理由来跟我说什么车不是你开，车不是你改，车是怎么样，不要用任何理由，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们用车雅淑语，我听得够不够清楚？不要给我附带任何条件，输的人捐款100元人民币做慈善，请你记住。如果我10月15号以前成绩刷不出来，我立刻捐款100元人民币做慈善。如果我一刷出来那一刻，而且我是在所有的媒体、电视台、粉丝面前把你的成绩刷下来，请你履行你的约定，捐100万做慈善。